关于蔡英文过境窜美，我们已经多次表明了立场，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，坚决反对台湾当局领导人以任何名义、任何理由窜美，坚决反对美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，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。事实再次证明，台湾当局领导人赴美过境是假，谋求突破、宣扬台独是真。我想强调的是，无论台湾当局说什么、做什么，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。任何人、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中国实现统一。